你会打手枪吗？你不会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喵喵喵！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我终于突破1000订阅了！咚咚咚咚！非常感谢哈。这次的匿名网友回复呢，总共有196篇，要去除了重复还有空白的回复，共有180个留言，我都有一个一个截图下来哦。有四大篇，有加油篇。企鹅加油！称赞篇，还有问题篇，有实作篇。如果我办得到的话，我就会一个一个做给你们看。好，话不多说，事不宜迟。首先呢，我要介绍的是加油篇。一开始不要太下马威啦，我们好好的相处对待。哦，这么多，啵啵啵啵啵啵啵。然后这个网友很特别，我不觉得我有什么脸蛋而光荣，而是内容真的很重要。走在路上啊，搭公车、洗澡啊，什么的。而且脸蛋这种东西很吃力不讨好，就是因为可能你喜欢，可是另外一个人就不喜欢，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而骄傲的。土象星座男，我这我就真的不懂了。会有以前就会煮水饺，我之前就是真的是阿妈宝，还有爸爸宝，就会叫他帮我弄，他每一次叫我学，我就很懒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看到我在路上都可以跟我合照哦，见面打招呼，一定会有机会啊，因为我也很喜欢王心凌哦。现在会期待你的影片，哇，这个好棒哦，我也会努力的加油，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成长。从2年前就开始 follow 你了，你们都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私讯我，小儿子我都会回啊，除非是什么 hi 啊或是什么表情符号，我就可能会略过，可是我都有看到。谢谢你觉得我帅，这很难得哎，这个我也觉得很重要。就是我们不需要因为别人的不开心而怎么样，你要好好做自己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不要去影响他人。因为每一件事情一定会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我们都要好好，不要因为别人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承认问题做这些，什么你是这个啊那个101010110，你们怎么那么懂电脑世界啊？只有一跟零，笑死。然后再来是个人生理需求问题，你会打手枪吗？你不会吗？你不会吗？你会很凶吗？哦，有时候好凶哦，可是跟朋友就比较不会，除非是太好的朋友。想问平常怎么经营自己？我平常经营自己就是做自己，担心收入不稳定，我收入很不稳定啊。在1年前吧，我因为一场恋爱，然后失去了很多。反正我不想要去说人家怎样。收入不稳定之前，就是一餐可能是50，想办法赚钱，没办法的话就可能去找依靠的人。我虽然住家里，可是爸爸妈妈都不会给我钱，然后我也不想跟他们拿。钱虽然会没有，我们就是要想办法生存，这样这个事情还要有趣啊，对不对？可以看我的肌肉照吗？看。我的身高是175公分，175公分，什么多大？我现在20岁哦，尺寸，脸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想要去量一下。健身后都会去便利商店买高纤无糖豆浆。好，你没看我影片哦，可能肚子饿就会吃个茶叶蛋。好壮，怎么练？健身真的是持之以恒啊，没有什么是一夕之间，你就是姿势正确，然后看一下 YouTube 的教学影片，慢慢的做调整自己，要鼓励自己去运动，这样子就会跟我一样咯。我86年是1997年，我写真没有全健吧。我没有去拍耶，我不知道那个是谁，奇怪，我露全部，真的露给你看。我跟狮子的故事呢，蛮特别的。刚认识的时候是在酒吧认识的，也没有很多交集，可是后来就有在 Facebook 上面聊天，不知道要不要讲这么多耶，不知道怕大家会无聊。好了，先讲完，就是。认识一个月多之后，他跟我说他其实身体有点状况，然后也不想要耽误我的时间，就想说陪伴他，就是给他好好鼓励，不然我也就是舍不得他。如果想听更多故事的话，底下留言哦。以前很闪，为什么现在不在闪？因为他现在很瘦，因为他不敢露面，所以我就也不想去逼他。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帅哦。Ryan 是谁？不知道，好多人叫 Ryan。网上滑了 URL， 我觉得我可以教一个 Instagram 教学。你们 Instagram 把商业模式打开，再过个3-4天就可以了。怎么会想当 YouTuber？ 我之前其实就很想当 YouTuber， 可是我喜欢现场感，观众在叫，然后我在表演。我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我觉得我牙齿没有很整齐，所以我就不敢去当 YouTuber。我朋友去算命，就想说帮我算，他就说我可以去尝试看。我一毛什么时候长的？我一直都这样哎、欸，没什么时候长，我高中就这样了。我最喜欢企鹅了，其他红人不知道拽什么。你今天在网络上有一个人。陌生的秘密，就想认识你，你也不知道他照片或是他不是你的菜，你也可能也不想回他吧。我有时候吻得好难想，就觉得哇，怎么有些那么帅的，我们都没有打过他，就好多赞。我也会想这些有的没的，笑死。我们人真的都一样啊，没什么差别。来报一个，自己是个自卑的人，我真的没什么朋友。老实讲，我好朋友
用手指头都数得出来。觉得丑不丑真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观，因为丑没有定义啊，难不成你嘴巴是歪的，你眼睛斜的？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好好爱自己，不要去羡慕别人，羡慕你自己心中所拥有。像我也羡慕，怎么会有 YouTuber 都有团队啊，都可以帮忙后制啊，然后我就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剪，我也会羡慕这些有的没的。有机会当然可以来拍照，我最喜欢拍照了。差点拍，一、二。访谈的内容不知道访谈什么，奇怪，又怕你们觉得内容很无聊。你说泡那个福利站上面那个吗？料理包。直男要怎么样追到自己心仪的男神呢？觉得你要好好的耐心的去陪伴他，让他觉得有心动，就这样吧，没有什么技巧。圣诞小女朋友不会生气，我都跟他讨论呀，啊不缺。嗨，看到你的频道太奇妙了，很怕不。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健身的经历？当然有机会啊，男神养成计划。我就是做我自己，我没有什么养成计划，因为我不觉得我是男生，我也不觉得我很红，我只觉得我们都一样，只是比别人多一点观看，又没什么好事的骄傲的。破群闪光，圈内人哦，很多人都是玩玩而不是交心。我之前也是玩玩不是交心啊，结果就认识了狮子，最后真的是随缘了。不过未来期许，我希望我在 YouTube 可以有很大的成就，然后也希望我在，因为我是写程式的嘛，我也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公司，我也希望快点破万订阅，1000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好啊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帮我喜欢；不喜欢就按不喜欢，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